弟兄姐妹早安，感谢神让我们又可以聚在他的殿中，或者在我们各自的家中，我们存敬畏的心一起来敬拜他，也在这里特别的来祝大家新春快乐，新春蒙福，耶稣爱你。在下面有几点特别的报告，圣经说你以恩典详情呢，我们另行再通知。大专团契，英文的实体的敬拜呢，将在每个礼拜二晚上，7:30，在教会的牧师楼，来举行。需要的话和蔡传道联系。还有我们的圣餐杯，在外面你可以来教会领取，或者呢，弟兄姐妹呢自己领取，可以再用呢，你在家里。圣餐主日的时候可以使用，也欢迎弟兄姐妹参加闽南坛的加利利团契，将来的聚会在2月1号，姐妹团契在2月8号也有一个聚会，时间是早上10点。好，我们如果方便，请起立。上帝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正直人的议会中和大会里，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伟大，喜爱他作为的人都努力查究，他的作为满有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永远长存，他使人纪念他所行的奇事。耶和华
有恩典，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永远纪念自己的约，他向自己的子民彰显大能的作为，把列国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正，他的训词都是可信靠的。他的训词是永远确定的，是按着信实和正直制定的。他向自己的子民施行拯救赎，他命定自己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神圣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是这样行的都是英明，都是明智的。耶和华该受赞美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拯救又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全人摆上，主，我们也把我们的赞美、感恩、祈求献在你的面前。哦，主，我们即将新来的一年里，我们求你新和更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愿你自己能够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也愿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敬拜也蒙你的喜悦。祝福我们，虽然在困难、在疫情当中，但是神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神也让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有你的看顾，有你的保守，有你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也捆绑那恶者对我们的搅扰破坏。神，我们知道你是得胜的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也早已得胜。愿耶稣基督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下面我们是唱诗敬拜，如果你方便还请保持站立。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来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全能的父神。天上的父神，我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上帝父神，我爱你。
请坐。下个星期就是华人的农历新年了。回顾这一年，我们虽然仍然在疫情当中，但是因着神的慈爱与不变的应许，我们的心中充满着神所赐的满满的平安跟喜乐。感谢神丰富的恩典，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经历主的同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的慈爱》。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
弟兄姊妹，网上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大概十三四岁吧，学校组织那个野营拉练啊，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大概都知道。所以那天呢，早上起得非常早，在我的记忆当中，可能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了，因为我们要走两个多小时，所以做好了干粮，带了水壶，就到了学校，老师就带着我们一起长途野营拉练去了。我们呢要经过一座山洞，这个山洞呢是蛮长的，大家知道山洞是黑的，大概我们走了有几百米，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又兴奋，因为毕竟有同伴在一起嘛，但又紧张，因为伸手不见五指，很黑。走了大概有十来分钟，后来终于看到有光了。有光是什么意思啊？有光我们就看到尽头了，黑暗就除去了，光明就来了。大家看，我用了一个示意图，光在那一刻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指望。我们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在介绍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的，他说行在黑暗中的人们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本来都是死亡的人，我们本来就是在黑暗当中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进入到光明当中，因着有光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从绝望当中苏醒回来，这就是我们的负担。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是死亡的人，我们原本是在黑暗当中的人，但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带来了光明，他来了，黑暗就除去了。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的一般人，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人生有了信靠。主啊，今天求你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包括朋友们，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让耶稣基督的光照进来。无论我们是传讲你话语的，还是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同盟造就，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啊，这个做的这个字看不清啊，有点看不清。今天我的负担的主题是人生盼望。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盼望是和几个方面有关系的。那今天我会说三点。第一点啊，人生盼望，蒙福是盼望的表现，蒙福是盼望的表现，心灵蒙福。刚才我们主席也介绍了，我们刚才都看到了，今天是啊，我们传统的是腊月二十九，明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大年三十，我们马上就迎来了虎年。所以我想弟兄姐妹，
你在这两天的社交媒体，在你的其他上面都能看到有很多的祝福的话语。蒙福是祝福的盼望的表现。我们看到这个图，金虎贺岁啊，虎虎生风，虎佛生风，虎年大吉，这样的词语很多。你看啊，甚至我在看美国 NBA 比赛的时候都有写作虎年快乐，不但写着英文还写着中文。所以你说我们的华人的文化也在世界各地有广传，所以我们心里蒙福是我们的大家的一个盼望。让我联想到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你们好像都有这样一个风俗，每年农历新年的时候要去啊，去采第一炷香，他们叫头香，是不是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风调雨顺啊，来年祝福的含义。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通常也常常讲到祝福有三子啊，你们知道哪三子吗？应该能猜出来啊，啊，儿子、房子、什么票子等等。那新年什么是你的祝福呢？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你是这三个子的一个吗？还是期待你的儿女有一个好的学校？还是期待你找一个理想的工作？还是期待你能想换一个房子，做一个好的舒适的住处呢？也许你希望的是解决你人生的大事，对吧？这是也许是你的期望，我不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以思考2020你的盼望是什么。我想起了我们华人的一句名言，我这里面写了什么名言呢？大家看哈，男怕找错行，下句是什么？女怕嫁错郎。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我们男生要找到一个好的行业、好的工作、好的 career， 我们女生呢要找一个好的丈夫、找一个好的先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它的动词用的是怕，两个怕，两个错，所以呢意思是比较负面的，对吗？都是怕。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大部分都是有信仰的，是信主的，是主的门徒，所以呢我就大胆的想把这两句话改一改，我想改成这样，你们看可不可以啊？男要找到主，女下一句是什么？女要跟随夫。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哎呦，只有弟兄同意，姊妹不同意。大家想一想，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对吗？神造了第一个人是亚当，用亚当的肋骨又造了夏娃。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说男要找到主，女要跟随夫，还是蛮贴切的。我觉得在这里面这个词换了，是要，是找，是跟，跟上面的怕和错是不一样的。前面是负面的，后面是正面的，是不是啊？但是正面的大家不要想到和现在新冠疫情 positive 啊，那是不一样的，是反的。在这里面是好的意思啊，我们需要有我们的理想与我们的盼望，才是一个积极的人生啊，我们才有对我们的生活有的鼓励，有帮助。希望我们都是成为一个主的门徒，成为在主的里面是一个盼望的人。这两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我们大家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都发生了许多异常和不便。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上次好像也说过，我说我这两年都没坐过一次飞机，没乘过一次船啊。这几年前和朋友一起订的那个游轮
因着疫情一直在推迟推迟，最后也没法推迟了，定金也没了，所以也去不了了。我上神学院的时候，当时也想，我们是小班教学啊，是实体教学，我很喜欢，我不想上网上课。结果因着这两年的疫情，可能一半的课程都是在网上上的，都改变了。我们教会的查经，我们的祷告聚会本来都是实体的，但是因着疫情我们也改变了，只能在网上聚会。感谢主，我们的主日聚会一年多的时间在网上，那我们现在在现场在实体仍然有聚会。所以2022年我们虎年即将来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就是让这个新冠疫情早点结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侍奉都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当中，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真的是享受神创造生命生活的一个盼望的人，是不是？阿们，阿们啊！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知道掌管宇宙的主是他掌管一切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生活化呢，蒙福是我们盼望的一种表现，蒙福是我们盼望的一个表达。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父，这是一个蒙福的见证。雅各有12个儿子，这也是一个蒙福的见证，这是一个盼望的表现。好，我们也愿意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蒙上帝的祝福，然后我们的祝福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方面。好，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信心与盼望的关系。那信心与盼望是什么关系呢？在这里说信心是盼望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是末世，我们盼望我们的主基督他会随时会再来，他随时会降临到地上来拯救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在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我们不能只把盼望建立在我们眼睛我们的耳朵可以听的眼睛可以看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局限在我们今生的盼望，我们要把盼望看得更远更高。大家很熟悉的希伯来书讲到，信就是属盼望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事的明证啊，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我还是比较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盼望之事的确据。大家都记得哈，感谢主。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来，我们起。我们得救时就乘坐着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得见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得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的期待。感谢主。我们记着保罗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这两封书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在今生，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仅仅我们的眼所看见，我们耳可听的。坦率地说，即便2022年这个新冠疫情会结束，难道你会预测不会有别的灾祸？你难道可以担保没有别的灾害可以发生吗？别忘了上次我们弟兄有说到，我们现在的 Omicron 这个才是希腊字母 O， 后面还有很多字母，所以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盼望，对不对？人是无法保证的，也无法推测，也无法来判断。如果我们把自今生的眼光放在看得见的人和事物方面，我们只放在短短几十年的短暂的人生方面，若是这样，就像哥林多前书刚才说的，我们是何等的可怜。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还要盼望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去竭力的去传福音，去抢救灵魂。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都把盼望建立在今生，只盼望建立在自己能看见的人和事物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盼望不仅停留在今生的物质层面上，我们的地位、金钱、财富，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专业，甚至我们的身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要建立在更高，建立在你眼睛似乎看不见，那才是真正的盼望。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其实刚才罗马书里面保罗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要让我们有一个耐心的等待。其实这个等待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是一个过程，是不是？比方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想拿一个学位啊，如果你想做一个工，拿到一个 license， 其实都是你的盼望，至少在一个阶段是盼望。其实当你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体会一下你当时的心情是很 natural 很自然的。其实真正的享受的过程就是在你那个等待的过程，就是你要在拿到学位，在你拿到 license， 在拿到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之前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在保罗刚才罗马书里面讲的，是我们有个耐心的等候。这个就是我们在盼望当中的等候，这个就是我们是在信心当中的等候。当年亚伯拉罕从耶和华上帝那儿领受了异象，他离开了乌尔的家乡去那应许之地，他眼睛没有看到，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真的不知道。你读了创世纪你就知道，就像希伯来书所介绍的，他是凭着信心而去的。摩西，神用了他80年，特别是第二个40年在旷野的训练，后来神呼召他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到了应许牛奶与蜜之地，其实到最后他也没有进到那个迦南美地，他只能在高高的山上来看，把这个工作托付给约书亚。但是他同样凭着信心，凭着神赐给他的信心，在80岁这样高龄的时候，带领了200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去迦南神所应许的之地。我们再去看约瑟，约瑟是被神实际上差到埃及为奴，但你谁能想到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不但拯救了雅各一家70几号人，他同时也拯救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不是？我们看新约保罗，他凭着圣灵的带领，他从小亚细亚把福音从犹太从小亚细亚到欧洲各个地方传到外邦人，建立了教会，把福音带到外邦人之中。还有你们看到我们今天许多许许多多的传教士，他们把福音带到了非洲，带到了阿拉伯地区，这都是凭着信心。
这些事都不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都是凭着信心而行的。信心是盼望的根基。我也想我自己个人20多年前移民到加拿大，那时候其实我在加拿大举目无亲，一个人也不认识，谁都不认识，一家四口就来了。10多年前我也从国内回流回加拿大，也是凭着信心在加拿大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能做好的见证，但是我自己回想人生所经历的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其实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只是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才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第三个和盼望有关系的就是喜乐。那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盼望的一个果效。好，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看看在这里面喜乐是什么？要常常。常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间断的意思， always。 那凡事什么？就是大事小事，对吗？高兴的事、困难的事、顺境的事、逆境的事，都是。其实这段经文非常好，我们有时候都会讲前面这一段，其实后面这一节经文大家再回顾一下看一下，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想想这句圣经，想想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旨意。当你在这个回到圣经的话语的当中，我相信你就能喜乐，你就能忘记了苦难困难背后，对不对？最近我们国语堂各个小组在查考，周五晚上在查考使徒行传，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第一次因着传讲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大能的救恩的时候，被犹太官长、被大祭司、被长老文士们把他抓起来放到监里面。但是彼得和约翰是什么？他们是常常喜乐。当他们两个人被释放以后，就同心合意感谢向主说，他们是怎么说的？你是造天造地造海还其中万物的。你看彼得和约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是何等的喜乐。所以我们常常的喜乐。我们在最近在学习哈巴谷书，这里面先知哈巴谷书在最后这一段经文里，他说到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出产，田里面也没有收成，圈内也没有羊，棚里面也没有牛。你看这六样都是以色列人生活的基本的需要，基本的需要都缺乏。我自己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在默想灵修的时候，我在想那比我们今天的 COVID-19 难多了。它是饥荒，没有的吃，没有的喝，基本生活都没有。我们虽然有短缺的商品缺陷，但是我们的供应链还是丰富的，你到商场去买东西都还是有的，对不对啊？但是先知哈巴谷看到了这个情况，他看到犹大帝的这个情形，但是他后来本来他想和神就像约伯一样
和神要找一个说法，但是后来他明白了，他要靠着耶和华来欢喜，来救我的上帝为乐。所以这一段经文，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是成为一个信心之歌，是成为先知哈巴谷的一个赞美之歌。喜乐是盼望的果效。我举一个例子，你们认识这个人，曼德拉，第一位南非的黑人领袖，他做了27年的禁欲的生活，在这27年当中，他凭着信心，他凭着信心带着喜乐，相信他会走出监牢。南非他总统，这个曼德拉总统，他有两段名言我都跟你听，当我走出囚室啊，遇见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我不会微退缩的，也不会哭叫。生命中最值得荣耀的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在每次失败后都能勇敢地站起来。这是他的名言，这是一个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候，他仍然有信靠，有信心，有喜乐。当我们拥有一个成为一个喜乐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反之也是一样，当一个有盼望的人，他心里面一直被喜乐和充满。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要一个盼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盼望应该是什么？我们人应该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明代一首诗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明日歌》，叫《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其实后面还有几句：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时，请君听我明日歌。啊，这里面万事成蹉跎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虚度光阴。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其实圣经当中有一段非常好的话，他说其实明天怎么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烟云，转眼之间就消逝了。这是雅各的告诉。我想起了一个寓言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寓言故事非常有意思。你们知道撒旦魔鬼，他就是的目的让人下地狱，因为下地狱的人多，他就觉得他的势力比较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魔王呢，就紧急来召开这个全鬼的会议，大大小小的鬼，就是讨论如何诱导人下地狱。有一个鬼叫现世鬼，现在的现，世界的世，现世鬼，他说：我去告诉人类，丢弃你的良知吧，丢弃你的信仰吧，根本就没有天国，你们不要相信有天国。这个魔王听到这个现世鬼一说，想了想，觉得不太好。然后坐在一旁的有一个叫顽皮鬼，他想了想，他告诉这个魔王：这样吧，我来告诉人类，你们为所欲为吧，你们今天就是尽情的消费，尽情的淫乐，因为根本就没有地狱。前面说根本就没有天堂，后面说根本就没有地狱。这个魔王听了这个调皮鬼说了，也觉得不妥，也是摇摇头。后来站在一旁的一个叫机灵鬼，他一声不吭的，后来他告诉魔王，魔王说：我有一招。他说：我有什么招呢？你只要对人类说，还有明天，还有明天。魔王听了听，觉得很满意。你明白这个预言的意思吗？
还有明天。因为我们人类自以为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自以为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努力，不用勤奋，不用听信仰，我们可以干我们所干的事。其实一旦错失了机会，你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刚才明日歌就是讲的，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什么是人生的盼望？蒙福是盼望的表现，信心是盼望的根基，喜乐是盼望的果效。也盼望大家今天记住这几句，我们知道这就是人生的盼望。那我们达到这个人生盼望的途径又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把握今天，期盼明天。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掌握时间的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未来的岁月如何，让我们学习定睛在今天，就是定睛在当下这一刻，抓住今日，踏踏实实地过每天的生活。明天自是掌握在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的当中，因为他是明天的主，有了明天我们就有人生。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它的部分的主歌，好，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哈。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每一步越走越光明，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副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词，有许多未来的事我现在不能说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两遍这个副歌好不好？来，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再来，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来，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父，你是那掌管明天的主，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识透，但你赐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越走越光明。你是我们旅途的良伴，你一直在牵引着我的手，不离不弃。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这帮人。新的一年，请你保守我们同在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祝福，把我们一生的盼望交托在主恩主的手里。我们如此的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我一生目标。我一生目标乃是生
何代价要打这金钉，施主引领我不够我自己，我凭着信心向着目标行，高来主赐爱，让主来引领我，神成全这最深祈求，不论要行走崎岖黑暗道，不论要付出代价和等到，主会带领我达到这目标，引导主的路一定是窄小。好，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盼望，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根基。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日常所需，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神，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当纳入的家中的粮。主，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也悦纳我们摆上的心，用在你自己的福音事工上，让你自己的福音可以传到地极。主耶稣，愿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摆上、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来祈求， Amen。 下面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向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马上就是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了，在这里祝现场的、祝网络上的以及祝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新年蒙福。我们一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领受主的恩典和祝福。愿父神因他的慈爱祝福你，向你扬脸。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个2022年继续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你的生命当中赐下美好的祝福，赐下从神宝座而来的能力、智慧、喜乐、平安。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地感谢父神，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带领来领受圣灵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每一条走过的路径当中，赐下恩典的膏油来保护你，赐你平安。愿父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默祷。Thank you.